我知道你现在不要再听我讲话了。其实我可以用唱歌的方法哦。我为了让你知道我心意，我已经报名参加这个伯乐飘飘。我很喜欢唱歌的，小时候我有歌唱比赛，我有去看，然后周杰伦来马来西亚演唱会的时候。我是有去现场啊，那时候我是想约你的，但是我是在现场外面听啦，所以我不好意思约你哦。我在外面听啊，我学会唱周杰伦的歌了，我没有听电台，我也没有听 CD，我在外面听啊，我就学会唱，我唱一句给你听要不要？窗外的麻雀。在电线杆上多嘴，然后这个时候啊，我就没有听了哦，因为我要搭巴士回家，我怕没有巴士。我以后我会唱一首给你听的，你想听你就来伯乐飘飘啦，OK，等你，拜拜。